我们有一个好以前的好搭档伟你这样讲的，现在不是的样子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暂时他去当一直兵都是了。对，因为他现在去当兵。可是呢，今天呢，他居然有空把时间留下来 call in 到圣诞节有空也太可怜了吧，伟静。是不是没朋友？有啦，好可怜的伟静。朋友在这里，朋友在这里，特别留给节目好不好？好可怜的伟静。Hello，圣诞快乐，听得到吗？好可怜哦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不会不会不会。总被你们讲得很像可怜啊！不是，是为了节目，不会不会，是为了节目。你在家吗？我在家。你现在在家？一个人吗？我在家。一个人。一个人啊？没有。不然是几个人？等下后面全部跳出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学吉他。哎，这个场景我记得，在你的 Instagram 上面弹吉他的地方，我有看到。对对对对对，真的是我家，真的是我家。有好久不见呢，好，最近还好吗？很好啊，很好啊。那你今年有交换礼物吗？我今年有交换礼物啊，有。你换到什么？完蛋，我换到一个小小的装饰品啊，但重点我换出去的东西就是那种家里不要的东西。哎，这个丢垃圾的概念是不是？过分，所以算赚到了。哎，那可以看一下帽子拿掉长什么样子吗？可以啊。哦，有造型的平头啦，好像长长的头发。现在在里面应该比较习惯了吧？习惯了，已经习惯了。对 ，OK 啊。还有多久？多久？我也想问还有多久？多久？我才刚当3个月而已，哎，才3个月，感觉很久，感觉很久了，感觉很久。才3个月，还要8个月啊！快点啊，快点！哎呦，大家讲说感觉已经很久，代表大家真的很想你。像我进去退伍之后，大家都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”会再觉得，哎，我进去1年哎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感觉当兵很快的，大家没有在想念你的。而且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一走你们就换那个棚都换了？对啊，换了新布置，新布置。对啊，新布置很好看哎，很漂亮吧？好看，很漂亮。等你回来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那你等下还有机会可以出去 party 之类的吗？没有啦，我明天还要那个执勤啊，执勤，执勤回去就对，就是就你还要再回去就对了。对对对，要去，等于说要去上班啊。哦，执勤，执勤，对。好啦，就祝福你啦，祝你圣诞快乐，也祝你们圣诞快乐，也希望你之后的剩下几个月的军旅生涯顺顺利利、平平安安，没有事就是最好的事。真的真的真的，平安平安。好，那谢谢你今天陪我们，跟我们视讯，跟大家观众大家视讯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。那我要怎么关掉？好，关掉了，关掉。好的，哇，哎，真的还蛮辛苦，不是真的感觉蛮久了。对啊，真的很久。哎，真的是没有啦，看看我看，因为我都有看他的照片，感觉他还算是习惯。嗯，因为有一些人会真的很不适应，很不舒服，然后觉得。很痛苦，不过我觉得伟静应该还好像看起来还蛮开心的。我觉得应该也没那么开心吗？是最近？哎，其实有哎，有见到，好像没有那么痛苦，他还是很开心。好，那就很开心，他还是很开心，没有被欺负。好。